大家好，又是我 Clarissa。 今天带大家来到荔枝角四小龙其中一个屋苑宇晴軒参观一个相连的单位。单位实用面积948尺，景观就是望屋苑的内园景观的。我们不要说那么多，看看业主怎样设计这个单位先。相连单位是属于区内非常罕见的房款，大家一定要快点把握机会，想要看记得快点打给我 Clarissa， 我们下条片再见，拜拜。